如果灾害发生之后，如果包括主委或者是院长、总统没办法到的地方，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关心，我们一样的全部是在做地线的处理。那如果说在整个应变处理的过程没有获得大概第一时间民众的这个反应，我们随时可以会来做修正。那这个只是跟各位报告说，其实针对这两个地区，我们已经有在做完整处理。我觉得可不可以请农田水利处的谢处长针对之前有关的这一个整个下一张整个花莲玉里的这一个淹水的情形，那我们目前的一个处置的状况。